小朋友们好，这里是乐天玩具，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来拆玩具蛋。我们看看今天拆玩具蛋的来了哪些好朋友呢？有小猪佩奇的一家，猪爸爸、猪妈妈、佩奇、乔治，还有熊大。海绵宝宝也来了，还有蹦蹦兔和警车玻璃。我们一起来拆这个，有 Hello Kitty 的叫奇风魔蛋。这个是一个 Hello Kitty 小猫的玩具蛋。它呀穿着一条红颜色的小裙子，是吧？还带了一个红颜色的小蝴蝶结。我们再来看看，这里还有一个爱心，上面写着 Hello Kitty， 就是它的名字。这还有一个小瓶子，上面写了有维生素 C、 果汁豆、糖果，还有什么呢？里面写的那阵神秘礼物。真的是什么神秘礼物呢？好期待呀，我们赶紧把它拆开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小礼物呢。赶紧把它打开，看看里面有什么神秘的礼物。这里还有小口红、小钥匙，还有小镜子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好吃的维生素 C 的糖果，上面有红的，是吧？这个是橙色的，这个是黄色的，还有蓝色的和紫色的。这里面还有什么呀？再来看看，这是一个小玩具，是吧？打开看看，这是什么小玩具呢？小的说明，好像是一个是一个小的工程车。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小工程车呢？这个轮子后面还有两个轮子。看看这个黄颜色的，这个黄颜色的就是在前面的。前面的，这个是后面的，卡在这个上面。这样卡进去了。这是一个小的工程车。到小斗车可以放东西，然后再倒下来，是吧？是一个小的工程车。还有这个呢，好像像一个小飞机。我们再来看看，是一个小飞机的模型，我们把它拼好。
这是一个小导弹，这也是一个，把它卡上。嗯，这是这样的吗？啊，这是这样的。哇，上面是小导弹，这个是尾巴。哇，又是一个小。带着小导弹的是吗？小导弹把它卡好了。哇，这下面带着导弹，好厉害啊！哇，这么多的玩具是吧？这是一个小带着导弹的飞机。嗯，还有啊，是一个小工程车，这是小斗车，可以装东西，然后运输呢，可以把它。倒下来，还有这个五颜六色的果汁糖，哇，这里面呀、有好多好玩的东西，是吧？嗯，这个 Hello Kitty 的魔蛋里面呀有果汁糖果，还有一个小的工程车，嗯。色的、红色的，还有蓝色的，哦，倒下了。还有一个是小飞机的模型，导弹飞机的模型。嗯，就这么一点点的小，是吧？哇，玻璃警车来了，玻璃警车好大呀，是吧？这个小工程车这么一点点小，嗯。啊，我们放回来，嗯。今天呢，我们拆了这个，有 Hello Kitty 图案的魔蛋。嗯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播放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喜欢我们的可以关注和订阅我们哦，拜拜。